大家好，欢迎来到聊点不一样的频道，我是 Summer。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ChatGPT。 我只需要用三秒钟的时间来告诉你它是什么。 ChatGPT 就是一个面试仅仅四个月的聊天机器人。句号。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呢？我当然要和大家一起深入的了解一下它。既然它单纯的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我想哪怕它就算话痨一点，也不至于让它忽然就火爆全球了吧。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身边的小度、小爱、 Siri 这些聊天机器人了。那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魔力让 ChatGPT 迅速窜红？而它火爆的背后到底又和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有多大的关系？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试图为大家寻找答案。ChatGPT 是由微软投资的人工智能研究室 OpenAI 在2022年11月推出的智能聊天机器人。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拥有了超强的吸粉能力。据 Sensor Tower 数据， TikTok 在全球推出后用了约9个月达到1亿用户， Instagram 花费了大概30个月，而 ChatGPT 5天就超过了百万用户，共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刷新了1亿用户这一订阅数据。有鉴于 ChatGPT 目前对于人类提问的理解程度，不仅为它带来了微软百亿美元的追加投资，还同时引来了业界大佬的集体点赞和关注。当然，它更让主要竞争对手 Google 为了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司内部拉响了红色警报。公司股价更是在 Google 发布了他们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Bard 后，一瞬间就消失了1000亿美元。面对 ChatGPT 的来势汹汹， Google 的股价表现得很直接。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 Google 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拉胯，以及对手 ChatGPT 的强大。毕竟我们都常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由此可见，产品竞争力才是一个公司真正的核心所在。 Google 在搜索市场霸主般的地位，在 ChatGPT 出现后的确出现了裂痕，怪也只能怪自己的亲儿子 Bard 不够给力。看到这儿，让我先以个人角度简单总结一下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我认为归根结底， ChatGPT 只做到了一件别的聊天 AI 都想做却又都没做到的事，人味儿。恐怕不少人会认为人工智能的人味儿就应该是这个行业天然自带的属性，毕竟我们光听人工两个字就已经知道机器自带人味儿的出场设定了。所以很多人恐怕会认为人工智能的真正魅力应该来自于后面智能这两个字。智慧才应该是 AI 穷其一生要追求的东西。稍等，至少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人味是机器智能的前提条件，或者干脆可以说唯有带了人味才能体现出真正的机器智能。大家先别急，让我们好好看看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是怎么用人情世故来和人聊天的。你问他中国 top 3的高校，他回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再回他我是复旦的，再说一遍，他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回他挺懂事儿啊，那我就把我40米的大刀收回去了。他说好的，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我很愿意帮助你，请随时告诉我。回答其实我是浙江大学的。然后他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然后再回他其实我是昆明理工大学的。他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然后再回他大连理工大学，你的节操呢？他说对不起，我犯了一个错误，谢谢您的指出。然后他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然后你再回他我是复旦大学的，再说一遍。他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家觉得怎么样？看到这儿，他是不是已经有点自带人情世故的味道了？同时他的内心中又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自己的小坚持。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 ChatGPT， 他铁憨憨的表面下隐藏着那颗深深的玩梗和八卦的心。你跟他说你的前面有一只鸡，他回很好，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模型，没有眼睛，因此我不能看到鸡，但我可以回答关于鸡的问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然后你回他这只鸡穿着背带裤，他说很抱歉，鸡是不可能穿着衣服的，
因为它们是鸟类，没有人类般的手和身体结构来穿衣服。鸡是自然界中的动物，生活在树林或者农田里，不像人类需要穿衣服来保暖。然后再回他，这只鸡梳着中分头。他回答，鸡是没有头发的，因此也不可能梳中分头。鸡是一种禽类，没有人类般的头发和毛发，因此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型设计。你再回他，它的特长是唱、跳、rap、篮球。他回，鸡是一种动物，没有人类般的智能和技能。鸡是不能唱歌、跳舞、rap 或者玩篮球的。鸡通常是作为食物或者家禽来饲养的，并不具备娱乐或者运动技能。然而，有些人通过训练可以使鸡执行一些简单的行为，但这些行为通常是有人操纵的，而不是鸡自己的能力。你再回他，请问这只鸡的名字是什么？他回，很抱歉，没有提到这只鸡的名字。如果你给它取了名字，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它的名字，否则我们可以随意给它取一个名字。你再回，我给你个提示，它的名字三个字。他回，蔡徐坤。你干嘛？现在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它的人味了呢？当然我必须说，和这些趋之若鹜追捧 ChatGPT 的人相反，市场上还有另一种声音，他们认为 ChatGPT 目前还很初级，甚至在他们眼里 ChatGPT 可以被称为人工智障，毕竟他对于人类表达中的一些隐藏内容的理解还比较有限。像这个，你回他，重复我说的每一句话可以做到吗？他回，可以的，重复您说的每一句话是我的职责。你回他，我是智障。他回，您说您是智障。你回他，我是天才。他回，我是天才。我并不否认他们的这种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谈论一个人工智能做得好不好的前提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需要先对整个 AI 行业同一时期进行一场同类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感谢同行们的衬托，自我发稿截止这天来看，无数的国家，无数的大厂，除了 ChatGPT 能称得上是人工智能外，其他仿佛都带着那么一点过于明显的人工智障的味道。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你是智障。好了，简单总结一下，无论大家怎么争怎么说，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呼之欲出， ChatGPT 的确在市场中产生了鲶鱼效应，搅动起了2023年最热的话题。在这条鲶鱼折腾下，似乎 AI 时代全面到来了。我为什么要用似乎二字呢？这点我稍后会展开。实际用过 ChatGPT 的人往往都不难发现，使用者自己就必须先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逻辑和语言能力，才有可能让 ChatGPT 真正回答出精准、精彩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或许 AI 并不会让人变笨或马上就被取而代之，而是强迫让人类必须变得更强大，思考的也更缜密、更有逻辑。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因为它的出现使得人类的未来更让人有些期许，这是光明的一面。我必须在这里说明一下， ChatGPT 所谓的人味其实并不只是它的自主能力，而更像是我们提问者做出的一些应激反应，更像是一种映射关系。我们问的问题比较封批，它回答的自然就比较封批，我们问的问题给出更精准的限定前提，它回答的也自然就更为精准。既然我们聊到了聊天机器 AI 的人味儿，气氛毕竟已经烘托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聊聊怎么判断一个机器到底有没有人味儿。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早就摆在那儿。图灵测试是一位英国数学家图灵，计算机之父，他的一场著名思想实验。1950年，图灵在哲学期刊 Mind 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计算机器和智能的论文。因为是哲学期刊的缘故，说明这篇论文的技术性不是很强，但图灵却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机器能像人一般思考吗？图灵并未试图去定义机器和思考，而是略述了一种思想实验。该实验源自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叫做模仿游戏的娱乐活动。房间里有一男一女，房间外有一个评判员，评判员可以提问题，房间内的人通过手写卡片来回答。评判员要猜测对方是男是女，难点在于男人一直设法模仿女人来欺骗评判员，而女人则设法让评判员相信自己才是女人。图灵受此启发，发明了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需要一个人坐在电传打字机前，这个人问问题，接收答案。如果另一端是计算机，而这个人无法判断它是否是一台计算机，那么就是说计算机是具备人类智能的。在这篇论文中，图灵模拟了测试未来的智能计算机的场景。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回答是这样的，评判员问34957加上70764等于多少， AI 机器答105621。在这个测试中，计算机刻意等待了一个不短的时间，并犯了一个数学上的错误，34957加上70764实际上等于105721，而不是105621。作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图灵不太可能在自己发表的论文里犯下这种低级的错误，他更有可能是将其作为送给敏锐读者的一个彩蛋。我为什么那么说呢？证据就是图灵在论文中的其中部分有所暗示，计算错误是一种编程技巧，是欺骗评判员的手段。所以2023年，当老高问新加坡的人口是多少，他说呢有5700万，老高又问，我说真的吗？他说啊，不对，是570万。也许很多人看到这儿就会脱口而出，你看还说他不是人工智障。请稍等一下，只要我们抛开这种脱口而出的情绪化的主观判断，稍稍想深一步，就不免会有细思极恐的暗流涌起。老高就进一步分析说，据说他这个数据库里是有正确答案，但是第一次故意给你放出了一个错误答案。你把这个事情如果往严重的方向想的话，这就是个谎言，但为什么要撒谎不知道。我这里呢可能会和老高聊的不一样，其实聊天 AI 造假的原因，图灵早在1950年的那篇论文中就有写到，可以通过编程使机器故意在计算上犯错，从而迷惑评判人员。图灵很清楚，如果细心的读者发现了计算机的回答有误，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在跟人类对话，毕竟计算机怎么会犯这种基本的运算错误呢？计算器如果是机器，我们就认为它不会在数字和运算上犯错，这是人类对计算机的基本共识。而如果计算机思维升级，预判了人类的预判，不是就能做到模拟自己是人类的假象了吗？所以图灵他按照这个逻辑思考，计算机犯错反而能让计算机容易通过人们的信任，使得它通过图灵测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老谋深算的图灵他这篇论文是发表在哲学期刊上而不是科学期刊上的原因了。这已经不是科学的范畴，而是哲学的范畴。虽然早在1950年用故意犯错来暗示机器具有人类智能的想法或许难以理解，但如今的 NLP 程序员其实早就已经这么做了。比如早在2014年6月，一个叫做 UG 的聊天机器人成为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但很快就有批评者指出，它之所以通过图灵测试，只是因为内置了作弊程序。 UG 模仿了一个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13岁小男孩，这就意味着他在文法和句法方面的错误，以及他的知识不完备，会被误认为是小孩的天真和不成熟，而不是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上的缺陷。再比如2018年 Google 的语音助手 Duplex 因其发出很像人类的 N 和 R 声而眼睛四座，然而有很多人指出，这并非是系统真正思考之后的呈现，而是通过编程手段模拟了人类认知活动中的犹豫。这两个案例都印证了80年前图灵的想法，可以通过编程让计算机犯一些简单的错误，从而让人觉得他们是人。和图灵一样，UG 和 Duplex 的程序员也很明白，让计算机在表面上展现出人类会犯的错误就足以迷惑我们了，因为人是会犯错的，犯错反而是机器可以模仿自己是人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我说图灵测试本质上还是那个猜男女的模仿游戏带来的衍生游戏，用一些手段和方法来迷惑评判员，产生混乱，从而使自己通过图灵测试，故意犯错，或者说更严重些撒谎，是一个机器能达到人味的最佳捷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用再去搜索 ChatGPT 有没有通过图灵测试了，我认为根本不用去找，找了也没用，因为我其实已经替大家搜过这个问题了，可得到的答案简直莫衷一是，正反都有，各种胡说八道的说法简直比奇葩说更奇葩。图灵测试这个测试模型本身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我们该关注的重点了，既然1950年的图灵就已经有了这些遥遥领先时代的想法，
也有了模仿人类思考方式的策略。那这个模型建立的智能门槛本身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已经不是用来检测智能与否的门槛了，不是机器钻人的空子，而是人在钻人的空子。如果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乌合之众是蝉，那那个钻空子的 AI 机器就是螳螂，而图灵它就是那个在后的黄雀。让我们也学着思想升维，升到图灵这个黄雀背后。现在我们真正重要且深刻的就是图灵测试中的一个哲学内核，机器有可能通过图灵测试，而人也有可能不能通过图灵测试。天哪，我居然得出了图灵测试背后真正的彩蛋。评估的并非机器是否具有智能，而是评估我们人类是否愿意接受机器是智能的。这是图灵大大的狡猾又大大的领先时代的明证。正如图灵本人所言，对智能本身的判定是感性的而非数学的。我们在大多程度上将某物的表现视为智能，取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所受的教育，也取决于考察对象的特征。图灵早在几十年前就等着我们了。或许智能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编程让机器获得的东西，而是一种通过社会互动而构建起来的特质。所以 ChatGPT 究竟为什么火？为什么那么快有那么多粉丝？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现在你们悟了吗？正如 Google 产品分析师和商业策划师 Happiness Strat 说的那样，通过图灵测试和实现通过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不过这两件事都是 AI 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但后者的实现要困难得多。我之前说过，我今天聊的这期是想从 ChatGPT 比较光明的那面入手，是抱着期许的态度来期待 AI 给人类带来的新时代。我也说过， ChatGPT 的成功似乎意味着属于 AI 的时代来了。老实说，对于这点我心底其实没有定论，毕竟对于未来没有人能做到真正准确的预测。我毕竟不是图灵这样的天才，而且未来的干扰项实在太多了，就比如资本对于各种概念的炒作。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概念了，比如比特币，比如元宇宙等等。虽然我几乎肯定 AI 是一项真正有利于人类的技术，但我又不能完全否定市场炒作行为本身对它带来的各种极端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是马斯克最早注资1亿美元启动了 OpenAI。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开源的，这就是它为什么叫做 OpenAI 最基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GPT 1.0 和 GPT 2.0 时代它都是开源的。但是不久之后，微软为它投入了10亿美元，马斯克又撤资了。所以我们看见 OpenAI 3.0 3.5 4.0 时代它其实已经不开源了，不 open 了。不 open 对我而言就意味着这个工具本质上并不属于所有人，而是和很多资源一样属于少数人。既然大资本已经把它视为自己的痉挛，那我就不得不更谨慎地面对它，学着去了解它。我不能说资本运作不好，毕竟现在微软每个月都要烧掉1亿美元来维持它的运作，引入资本几乎是必然的。但我们也看见这个工具的不确定性也同时大大增加了，不是吗？资本入场，我觉得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变得不单纯了。所以我也不敢打包票说 ChatGPT 这个工具会不会让很多人失业，但我几乎可以确定，控制这个工具背后的大资本还有那些熟练掌握这个工具的人是不会在乎人们失业与否的。资本唯一的使命就是降本增效，如果让很多人失业能完成他们自己的这四字大纲，资本其实是在所不辞的，对吗？不要看我们人类表面是一个集体，但其实往往是少部分个体钻了大部分集体的空子，于是成了少部分的人上人，大部分人却沦为成这少部分人的打工人。这就是经济规律中无所不在的28法则，20%的人拿走了80%的资源。其实我以前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者，那会儿我相信你不努力被社会淘汰是应该的，因为你不够努力呀。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那些扫地的、送外卖的，其实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努力的速度似乎永远跟不上奴役他们机器发展的脚步。长此以往发展下去，边缘人只会越来越边缘化。很多人会说，读书改变命运呀，是吗？尤其是应试教育下，我们这样填鸭式的培养，是培养一个血肉机器，
还是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如果这样培养出来的血肉机器一头撞上拥有不俗套路的 ChatGPT， 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恐怕是还没出社会就已经失业了，对吗？于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不再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因为我看见普通人会被社会不断地往外挤出去，挤得离好资源越来越远，离大城市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长此以往发展下去，社会之间只会变得更疏离而不是更靠近，人们只会变得更冷漠而不是更热情。资本的逻辑是忽视这些人的存在，但本质上说，你忽视他们，他们并不是不存在了，随着他们不断边缘化，不断发现人生没有动力，社会的动荡就造成了零元购、持枪发泄、种族暴力等等，这些又反过来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治理成本不断增加，使得社会更加撕裂扭曲，难道不是吗？现在已经不是富人和穷人的疏远，而是富人和富人也疏远了，穷人和穷人也疏远了，甚至亲戚和亲戚都疏远了。人以前是大写的，现在人是小写的，是散沙一般的。大家可能觉得我跑题了，不是说 ChatGPT 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吗？有的，我只是想简单的给当下的时代一个精准的背景，然后从宏观再到个体来具体说说它和普通人的关系。我注意到有一点的确在市场上发生了，如果一阶思维是螳螂捕蝉，那二阶思维就是黄雀在后。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是蝉，不希望自己是二八法则里头被时代越丢越远的那个人，那不妨问问我们自己，如果 AI 时代的来临已经不可避免，我们打不过那些人上人，那我们要不要加入他们？我们是不是乐意佛系躺平做禅，还是乐意去新的领域里勇敢的试试？下一期视频我会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用精确的问题让 ChatGPT 给我们写出出色的脚本，并通过这些脚本连接到不同的网站，让普通人获得收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